同观众一起迎接兔年的到来，新传媒这个周末在新达城举办新春路演活动，不少公众带着全家大小前去感染春节的热闹气氛。精美而且呢，可爱喜气的吉祥物哈皮兔在新达城迎接访客的到来。随着防疫措施放宽，今年的新传媒新春路演活动丰富多彩，请来名厨冯尔逊示范年菜制作，有趣好玩的亲子游戏及活动，也售卖琳琅满目的年饼。明天中午2点到6点，公众也可到场同新传媒除夕夜特备节目哈皮兔宝庆团圆、 The Wonder Shop 和 Sunny Side Up 的众多演员一起玩游戏，以及同艺人黄振龙唱新年歌曲，感受非一般的过年气氛。